大家好，我是多多，多多宝宝看爸爸终于回来了，然后就赶紧来找爸爸亲亲见见的呢。可是爸爸多多宝宝一天没见，这会儿除了想想呢，还想吃点好吃的呢。爸爸是不是听懂了？多多宝宝在这等着，看看爸爸给拿什么好吃的呀？爸爸拿什么了？还藏起来，多多宝宝都看不着了呢。爸爸还说让多多宝宝上来看，上来多多宝宝就看见了，好像是多多宝宝的奶酪呀。妈妈不是说奶酪吃没了吗？爸爸又给找了一个新的，还是爸爸在家好，还让多宝宝亲他，多宝宝才不亲呢。多宝宝这么高冷，你给个好吃的，多宝宝看看能不能亲一下。然后爸爸就给多宝宝亲了一通呢。多宝宝想吃这个奶酪，果然是一盒新的。看来妈妈上次也没有骗多宝宝，之前那盒真的吃完了耶，闻起来就好香，奶乎乎的味道。多宝宝可不和你们玩了，多宝宝要认认真真的吃好吃的呢。爸爸说吃东西的时候就要细嚼慢咽，可不能狼吞虎咽的，吃完之后多宝宝给打嗝了。可是这一块也太不抗吃了，一下下就吃完了。爸爸你再给多宝吃点呗。爸爸还这么抠呢，爸爸说吃多之后就容易长胖胖了呢，然后给多宝宝画了一个肉疙瘩。多宝宝吃了一个，小宝贝也来抢呢，小宝贝也想给小姐姐拿好吃的。然后爸爸刚给他，多宝宝趁他不注意就给偷跑一个，一下子他就懵了呢。本来肉疙瘩就是给姐姐吃的，快给姐姐呀。小宝贝好开心，吃没之后他又找爸爸妈妈要来了呢。肉干呢不见了，然后手上有小姐姐的口水，他还告状。多宝宝这会没吃够，再给多宝宝拿点呗。小宝贝也帮小姐姐一起要好吃的呢，小宝贝还故意在这拍呀拍的，就想在这抢肉干，可是爸爸不给呢。爸爸不给的时候，小宝贝就够啊够的。多宝宝在这看着可真起劲儿，小弟弟原来和我是一伙的，还帮多宝宝要好吃的呢，可真开心呀。